Okay, good job, good job. I'm number one. Yeah, 就为了取这个。好 ，Level Two, yeah. Level Two 就可以拿到100，然后三支钥匙，也不错啊。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来我们的 Lubras 机器装怪。今天我们跟观众们一起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寺庙盗贼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要进去这个庄严的 temple 里面，然后准备是念 temple 吗？应该是吧，在里面呢偷取金币，换取其他的宝物或是宠物，来帮你完成更多的任务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有这个银行，那当然这个就是虚拟商店啦，这边让你买东西用的。然后另外一边呢是这个 pet shop， 就是让你买宠物的。那宠物是不是会有额外的一些补偿技能呢？这个我不晓得，不过我目前呢刚自己玩了一下，我还要在31点才可以买第一只，好吧。那随着等级越高呢，你能解锁的宠物就越多。然后这边就是 VIP room 啦、啊、那 VIP room 我不知道是可以干嘛的，不过应该进去就要钱，不行，要花 Game Pass 才可以。那这边有一个这个装备的吧，装备的部分哦。不过这个好像你要慢慢的去升级点数，然后才可以兑换之类的，所以这个我还不太确定到底怎么样，因为我们都还不够，所以我们就先来试玩看看吧。OK， 然后这边有几位观众，我们走吧。Let's go。 那难度呢有分简单的、中间的、困难的，就看你要挑战什么。那这边有 Key Shop， 有没有？你如果要买钥匙的话，这个一个 key 是100块，哇！那我刚刚已经用了三个 key 了。那打开宝箱呢，就可以换到金币，所以我们就先试试看吧。那 game pass 我就不买了，走走 ，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go go go， 各位兄弟们走。你看，而且进来的时候，你看还会有这些，一次可以8个人共同闯关，所以这个非常棒。所以我蛮想要买这个当 VIP 伺服器，这个就可以一起玩了。缺一啊，缺一啊！好，各位，然后现在开始倒数4秒后，我们就要开始闯关了。那它每一关呢，不是说你进来都是固定的，所以我们就先从简单的慢慢来，反正你每一关都可以玩了、啊，再多数决这样。它每一关里面的机关又不同哦，所以反正有点类似跑酷，有点类似 simulator 的感觉。来吧。就看谁能够闯，我们先从右边的开始呗。右边看起来是一个大镰刀，大镰刀。我觉得他用这个忍者跑步好帅哦。哦，我也想要买忍者的。然后既然这边他有分左右两，右边还有一道。哦，那我们先从这一道开始好了。这边就有一个东西可以拿，来吧 ，jump。OK， let's do it。然后你一进来呢，就只有5条命啊，这个会掉的、哦，这个会掉的啊。个屁！各位，我们先看他们好，我连砍2条命呢，被砍一个算一个1条命呢。哇，痛痛的，痛痛的，瞬间就嗝。跳啊 ，jump 嘛 ，jump 嘛 ，Let's go to Peter jump。OK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开宝箱，哇，那个被拿走了，那个就是首先的奖励了。这边一个箱，来开起来。绿宝石。哎，不错，绿宝石不知道可以干嘛。然后我这样，待会如果死掉，我们可以去买一只宠物看看，好不好？来 ，Go， 依旧回去，3条命而已。那你如果这3条命在这一关就用完了，那你其他的关卡就不能跳了。所以你要尽量不要死掉，这样才是王道哦，才是王道，才是王道。就也不要太紧急，太紧急。Let's go，Let's go。好，旁边还有一道，这边再来吧，直接连闯2关，我们看可以闯几关好了。Come on， 这个。小心跳哦，这个小心跳哦，感觉一不小心就会被锤子打飞哦。钟摆街，雷神之锤。好了，然后这边有那个火焰哦，这边要小心跳。OK，Let's do it， 对 ，Let's do it， 连跳连跳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Yes，we did it，we did it， 呀、yeah! ，先吃就会多经验呐哦。然后这边要几个？哇、哦，两个钥匙呢，先开喽。看，哇，加163，换得一支钥匙，然后多了2个水晶。好，水晶我还不确定到底可以干嘛，我们待会再试试看。好，走，那我们再去另外一道好不好？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把 easy 的部分给解完。解完之后，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再玩 medium 的，然后再下一次就可以玩。哎、欸，啊，不能吃，我有那个可以吃、欸。好，那我们先从左边的跑啦，好不好？左边的跑一跑，然后再跑右边的 level one 了，对不对？哦，等级提升会加钥匙跟这个宝石的、啊。哦哟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那就要疯狂练等了。先走这边好了，这看起来有点难呢，因为他的那个都掉了。哦，胖熊那么厉害啊！哇哇哇哇哇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哇哇哇哇！哦，这个就是死掉的人啊，哦、这是死掉的人，别那么突然一起跑一间啊。
哇，所以他们跑过我们就不能再开了啦，哦，所以就放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抢宝箱抢宝箱 ，Let's go， 这里感觉比较难哦，我一个不小心，哎呦，就嗝屁了，小心一点就好。Oh no！ 哦，剩两条命，剩两条命了，干巴嘞，干巴嘞，干巴嘞，超痛的啦，超痛的啦，耶、yeah, ，吃了。睡呀、啊，经验提升，一个钥匙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哎，经验400多了啊、哦！小心哦。我们发现了所有的，那你可以逃离这个地方了。啊，哎呦，剩一条命，剩一条命，剩一条命。啊！没了，全部都出来了。Oh my god！ 各位买宠物，买宠物哦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要，那我现在有400多，哎，我可以买比较好的呢，我直接买比较好的好不好？450的，好不好？茶壶小宠物买了。Congratulations! You can， 你可以装备你的宠物 from your inventory。哦 ，Do you want to open it now? Yep, I want to open it. Yes， 装备。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他不知道可以干嘛，他还有饥饿度的耶，然后可以看他的数值，数值提升之后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哦，有 type 的 ，pupil red， 然后什么的，不太懂。这样就带宠物了，有了，我带宠物了，有了，带了一只茶壶怪。哦，那我钥匙还剩下六根哦，还剩下六根。这么多人，只能八个哎，只能八个哎。应该是可以团队一起过关啦，哎、欸、也有人买茶壶怪啦，哎、欸、我要继续玩第一关，走吧，一样是翻五个宠物跟着来，宠物跟着来，各位希望我们这次简单版的可以成功好不好，这次往右边走了，刚刚这边的啊，这边有拿过了呢，这边拿过了，然后继续拿好了，继续拿，再拿一次，再拿一次，连跳连跳呀，啊这样也被割一道，怎么会呢，这样也被割一道，哇 B 姐这么厉害啊、哦，我觉得这个要看时机的，你硬跳也是会死。OK， 有个有个，我的宠物，记得去开宝箱就好了。关卡可能有一些是会重复的啦，哦，开宝箱就好。耶、yeah, ，一个钥匙。哦，朋友，紫水晶，它可能是每个水晶代表可以得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哦，这样子。啊 ，damn it！ 直接嗝屁。啊，这个屁，好，没关系，已经拿完了，我们就算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别的关卡走吧，感觉一关比一关还难啊。哇，这次是三个尖刺的地方哦，三个尖刺的地方。我们先看一下，他那个刺要出要出不出的，度掉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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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还好没被戳到。小心一点就好，小心一点就好。哇，一次上，一次上 ，Go Go Go， Come on， Let's Go， Come on， Let's Go， Come on， Let's Go， Go Go Go。哎呦，开！接下来是什么？哎呦，紫的，不错哎，紫的。不过这样也蛮能赚的呢哦。你如果知道没有钱的话，也没办法开宝箱了呢。尽量不要死就好。那宠物到底可以干嘛？好像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啊，所以不要乱花钱了。直接过来就好，哇！一次跪欧关呐，跪欧关！啊，对面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哦，这边有二楼，哦，这边有楼梯哦，哎呦，没发现哎，居然有楼梯啊，这么神奇！好了，各位继续，黑龙问道，走，这个应该没问题，走，我们去往二楼继续探索。哇，光简单的就有点难度了呢，对不对？何况是哇，我剩下两条命了，我们攻克得了吗？那个幽魂在那边看人是有点紧张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！错赛吗？错赛吗？我剩一条命了，我剩一条命。哦，伪军在那边用幽魂模式看，真的有点恐怖啊！啊！冲上、啊！走吧，伪军走吧，我们再闯一次。
Oh my god， 不小心掉下去了。好吧，我们再过一关，再过一关，好不好？再过一次，希望我们这次可以通关啦、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我们继续吧，我们继续，一样从右边啊，还是要冲啊，都进来了，多少拿一下吧。吓死你！注意看，注意看。Oh no， 割到一条了，割到一条了。OK，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I'm number one， yeah， 就为了取这个，好、oh, ，level two， yeah， level two 就可以拿到100，然后三只钥匙，也不错啊，升等级也是没败的，要小心就好，这个真的好危险哦，一个不小心的，你就会一命啊，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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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好容易尖叫、哦，好，这边还没拿。跳到下面去，这一关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关卡吧，对不对？不要下去就好。OK OK，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yes yes， we can do it， 开箱。啊，这个开箱， OK， 一个橙色的加42，不错不错。啊，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，来走，回去感觉比较简单哦。然后要来比较困难，要来有一种害怕的因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一边没去到的，这边的还没有人吃哎、欸、，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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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啊，这刚刚那一关呢、欸？该死的家伙，好像去去西洋。哦，他突然闪现出来、欸、啊！突然闪现出来。Oh no! What the hell? 好，现在261了，起码可以再拿到两个钥匙，好吧？哇，这个真的非常好玩呢！啊，他怎么过的、啊？让我头发会不会被烧到？哎、欸，不会，头发不会被烧到。贴壁走，贴壁走。哦，怕怕了，怕怕了。过。哇，这个是什么恐龙哦？OK， 开宝箱。Yes， 紫色的，紫色加43。好了，我们在这里面起码还可以买到三只钥匙。Go， 耶、yeah, ，剩最后一条了，剩最后一条了，要更当心一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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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h my god， 这感觉有点困难了，这里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就努力尝试到这边，下一次再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哇，连 easy 都过不了，以后怎么去挑战 medium 跟那个 hard 了呢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个赞、按订阅、随时按下小铃铛，最终我看看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该买这个伺服器，我也会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，觉得要买的在下面打加一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 Roblox 四面逃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